游客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欢迎大家来到上海野生动物园参观游玩。那我们这边呢，是来到了这个小熊猫展区啊。最近天气比较炎热，今天的温度呢也是特别的高。那我们在展区里面呢，为小熊猫们准备了一点冰块来给它们防暑降温。我们的小熊猫们啊，也是非常乐意趴在冰块上休息啊，非常舒服啊。同时也是为了小熊猫们准备了一点新鲜的水果，有苹果、香蕉啊之类的，这些水果也是能够很好的充分补充它们的水分的。